据爆料，马思纯和小乐真的要结婚了。爆料者称，盘尼西林的吉他手刘佳说的，而小乐是盘尼西林的主唱，尊重祝福。而昨日，马思纯和妈妈一同现身上海机场，戴着帽子口罩遮挡严实。妈妈蒋雯娟不时拦着马思纯的腰护着她，也让不少人猜测是不是有死了。